委员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，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，并截止收案。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，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两案，先进行第一案。发言会因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一案，系将反渗透法草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，与议事日程原列讨论事项第一案相同，因此本案就不予处理。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二案，请宣读提议内容。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八会期第十五次院会，今即将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孔文基等十九人，委员邱春明等二十人分别领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，增列为讨论事项最后一案，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？有异就进行表决，现在按铃七分钟，并分发表决卡。请按。好，有哪一位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卡？好，没有问题。那么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一分钟。我跟你讲哦，
表决结果，出席。出席八人，要走不表，先出席，照念照念。八人赞成，八人反对，零人弃权，零人。本案因不足表决人数。我们要进行重复表决啊，因为只有出席八人，赞成八人啊。那么在场人数已经超过半数，我们再重新表决啊。针对本案，我们重复表决，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的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一分钟。表决结果，出席八人，赞成八人，反对零人，弃权零人。因为没有超过半数，本案依照过去的议事例，我们就不予处理。现在进行亲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一案，请宣读。本院亲民党党团针对第九届地方会期第十五次余原会提出变更议程，建请讨论事项第二案内容如下：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孔文杰等十九人，委员周春米等二十一人，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。先宣读完毕。现在针对本案，请问院会有意？有意，我们就进行处理。针对本案，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一分钟。不参加表决，这很奇妙。没关系，他们想要这样也可以的。所以这种不表态也是算是一种否决的方式。等一下不足啊，就重新表决，重新再表决一次，因为他有机会一定能说。如果还是出来就不说。表决结果，出席八人，赞成八人，反对零人，弃权零人，一样没有超过半数，我们就重新表决。现在针对本案做重新表决，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一分钟。
表决结果：出席八人，赞成八人，不足法定通过人数，本案我们就不予处理。发言会变更议程提议均已处理完毕，本日会议议程即照程序委员会审定之议程进行，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，反渗透法草案。